欢迎光临啊，梁前辈位。好，今天主要是装这一个墙壁的这个冷气。好，这个是我们的房车，好，这个是超大房车。好，主要是装这一个24瓦的冷气。这个冷气风力非常强，然后冷度现在测出来是17度。哇，直接这样子测试，目前是17度，这个现在开着强劲的温度。好，这个冷气如果我们开一扣的话，一个晚上大概8个小时，大概是用3度电左右，非常节能，而且非常凉快，它是凉快风大安静然后我们那个现在在这里面完全没有听到它的声音温度是非常够的。然后它的孔配色跟那个冷气这个是非常大的房车然后它的孔配色我们装在这边，然后我们再加那个风扇排扇然后它的风扇非常大，三个效果，这个是超级大的房车超级大的房车，超级大房车那个冷气在里面效果非常好，又省电一个晚上才3度电非常适合这种大房车冷气又够强够劲如果有需要可以来我们用 Campbell 这边参观谢谢我主要是卖它组装房车的冷气谢谢大家。